我今天是来到一个很 local 的舞厅，你们怎么里？旁边练舞标的阿妹阿姨已经不跳了。敲大家赞七六的，订阅七六的，小叮当七六的，感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布玛利亚，今天来到林森北路的耶。林森北路就是呢，我有一个回忆。那时候呢，在路上有一点不知道那个店在哪里，然后一直在一边跟朋友电话，然后在哪里在哪里这样。然后呢，对面一个阿伯过来，然后问我你是哪里，我以为是他问我你是哪里人，然后我说我是日本人啊。然后他说不是，你是哪一家店的？哪一家店是什么意思？然后我那时候问朋友说可能他以为你是酒店小姐。然后今天来到林森北路是因为我看了邱泽上的当男人恋爱是，还有华人初上最近很流行那种复古的台湾的东西。然后呢，我每一次都看到那些剧的时候，看到一个舞厅 KTV， 我觉得很有趣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，所以我今天是来到一个很 local 的舞厅，其实来体验这些台湾 local 的地方，我有一点点害羞 and 害怕，所以我今天邀请了一位好朋友，杨世昌。嗨，大家好，久不见。你要是常来过舞厅吗？我这种的，我有去过一次，真的。但是我是去演出，演出。是我们有一出戏是在这样的舞厅演，真的。因为年代跟这个很像，可是自己私底下没有来过。它现在这个摆设有一种很老旧的环球影城的感觉。环球影城有吗？就是我下去，然后会有一些河流啊，那些营销费之类。现在看看台湾 local 的舞厅是怎么样。我们去看一下，看你先。好矮，是我很矮，而且这里是浪漫屋。好大的，超大的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是你的歌？对啊，为什么是我的歌？很害羞哎。其实我很在意这里。是前面柜台上面很大的写中山二牌出走，是很常有发生一些事情的意思吗？应该有吧，以前可能有了，现在我们应该还好，但以前应该会吧。而且到处都有中山二牌出走的店。是，我很惊艳，这个你没有看过这个茶壶，对，你没有看过这个茶壶，没有哎，日本没有铁是不是？有，可是来到 KTV 有看过这个茶壶吗？有啊。你要是想几岁的时候？我差不方便公开。没有了，不用，我差不多76了。我看一下这个点歌本。比台歌还大的。比台歌还大。玛利亚桑，玛利亚桑。OK 吧，玛利亚桑。那你要是想也是不太会唱。我什么不太会唱？我的意思是。茶壶呢？大家好，我叫苏志。台湾的这个歌本有一个很酷的地方是，它看起来很老旧。对。可是其实有很多新歌，它都会一直加，一直更新，一直更新。真的吗？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被爸妈带去，他们可能跟朋友聚会，也是在一些类似这样，可是没有那么大的 KTV 唱歌。然后他的歌本还会写说最近的新歌在哪一页，就翻过去都是全部都是新的。真的假的？所以现在这边其实这样看起来还是有很多很新的歌啊。我想问一下，住 KTV 也是会有喝的东西还有吃的东西吗？不是 KTV， 那个舞厅也有。舞厅啊，舞厅。它其实是有分，就是像你们这样子，如果不喝东西，不吃东西，来100块。100块？唱六个小时。真的假的？我住这。我住这啊，我付200块，让我住这。一定可以啊，很多床哎。啊，这边很好睡。对，可以躺着哎。台湾的这个歌本都是看几个字去点的，你看，比如说这个它是三个字，那三个字的歌名都会在这里。我刚刚看到什么 I love you 还是什么的，还放在五个字哎。I love you。I love you 波邦啊，三个。I love you 波邦。五个字啊，藏话也很特别呢。哪有？明明就是五个字，爱是不是一个字？不一样，那是字母啊，但是 love 是一个字啊。哦，是这样哦，英文很烂。
我的英文的问题。跟台湾朋友去 KTV 的时候呢，每次都不小心被点一首日文歌。哦，是哪一个？宇多田光的那个 First Love。 First Love。 哦，欸，真的我生气耶，那首歌多难唱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是听过但没唱过，不知道那首歌超难唱，真的很难唱，那首歌真的很难唱。然后大家以为全日本人会唱，还是你就唱这个好了。你自己都讲了，你就是我讨厌的朋友。我还写超大58025。我们讲你好，我们要来点一首歌58025。好。啊。旁边练国标的阿伯阿姨已经不跳了，他们两个太吵了。停！哎，唱好，哎，加油加油！妹妹唱得很好哎，你看他手上拿那个响铃，不知道要怎么办，一直握着。高音高音。刚是有谁从楼上掉下来的吗？没有，我想哭。哎，阿布 in the house。哎，鸟是 in the house。超不幸的，哎，阿布 in the house。耶耶，鸟是 in the house。我想要尿尿。啊，不然你去尿尿。哎哎，阿布 in the house。哎 ，sweet sweet love。来宾，请掌声鼓励。啊，复古一点是。你说，一二三四，跳舞的天哪！其实如果都是一群朋友来这边，好像还蛮嗨的。对，真的很嗨，蛮嗨的哈。完全没有人在意我们，所以很舒服。没有，我先跳。好啊，你先跳，帅帅奶奶。加油！嗨。我觉得我们真的很累，要不要去吃饭？林森北路有一家 7-Eleven。 7-Eleven 也可以，但我觉得更好的地方就是呢，全家。明星杯日就是日本人的秀，日本人的最爱。是是。然后呢，林兄，我之前在台湾工作的日本的，对不起，因为他这边都是汗。有毛病！我没有看过阿布身上有这么多汗。等一下，这是卫生纸吗？对对对，他们这边特有的。不要乱讲，才不是。可以。对啊，这个很好用哎。真的吗？桌上放这个。这个是可以放在桌上的东西吗？对啊，可以啊。吃东西在这边可以啊，也可以放这。你就这样吃完饭，然后你看，我在他提神。那就喝到了。为什么我知道这一家店？是因为我有一些在台湾工作的日本上班族朋友，然后他们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回去了，可是呢，他们一直说哪一家店的汉堡排还有咖喱饭，反正就是日本家庭料理。对对对对。要不要我帮你拿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交换一下。
他就多拍我好了。哈哈哈，想不到啊，你们看阿布的影片全部都是我。想看阿布吗？哎，不想看到我的，自己在影片下面留言标注一下秒数哈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来到我一直很想来的日本家庭料理店，叫做藤富吉的富吉桑。因为听说这边是有一个真的日本人的老爷爷跟老奶奶一起开的店，所以就是这里的日本料理就是真的日本的正统，对，道地的日本家庭料理。これ開けれますか？あ、いいですね。あの、どうぞ。私できない。いやいや。私、can。Can さん？ I can。不然我们来挑战日文对话。いいですよ。私日本にいた時、ハイボール大好きで。あ、本当に？うん。あ、私、あの、ハイボール好き？Yeah。男生说我要怎么讲？俺？俺？俺も好き。好き。呀。这个就是那个冲绳。对，这个是冲绳的名字。ねえ、何？肉じゃが？お。哇，肉じゃがじゃん。好大。哇，美味しい。我就是很喜欢吃妈妈做的肉じゃが。肉じゃが算是每家都会做。对，有些家是偏甜，有些家是偏咸。哦。要不要吃看看蘑菇？酸酸的开胃。嗯。很酸，对不对？很酸呢。来台湾第一次吃了蘑菇哎，因为超市日本的超市的话很便宜，然后一到处都买得到，可是台湾的超市都没有。很像在家吃饭的感觉，不是那种连锁店的味道，我真的是家庭的，差不多三家的味道。没有，我真的会吃不得。哎，你们点的什么？德国香草炒炒香草。炒香草。炒香草还是香草？香肠。肠。不是香肠，香草，香草是巴尼拉。哇，すごい！老板，中身は何ですか？納豆と長ネギ。卵の黄身。からし。うん。あ、僕の愛情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ですか？あの、日本の家庭料理。我觉得其实也很好吃。很好吃。对啊，口音都变了，日本人的口音。我觉得台湾其实对日本口味也很习惯，可是台湾人对日本料理的认知还是比较多在板前，就是生鱼片啊，或是寿司啊这些。但是这些真的是像阿布说是日本家庭料理，反而很少会想到今天的行程跟这个环境，很像去一趟日本，然后觉得蛮开心的，而且也是蹭到了一些好吃的东西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帮我订阅，有喜欢的感谢吗？还有喵思成的 IG， 还有 FB， 还有实况。我们今天谢谢喵思，谢谢阿布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马丹妮。